好，各位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 Google 的Bard 的网页哈，这个是也是另外一款 AI，那我们当然打算来使用它啊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看看我们可以，它这边可以采用麦克风啊，所以我们用语音的方式来询问，你好，请问一下。程式语言，最近的排名，特别是在我们这边用打的IEEE Spectrum，然后这边它正在回答我们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我们把还是把这辨识的这把它关掉好了。所以在这边，它是在2023年7月所发表的最受欢迎的程式语言 IEEE Spectrum 啊前10名的排名。好，那这里呢，甚至来讲，它也可以将这个结果呢，你将它汇出到试算表。那这边它还在说明，就是 Python。在前10名的排名第一已经连续2年了。那它是一个通用语言等等Java 及 C++ 位居第二、第三那这部分呢，其实资料来讲是蛮齐全的。好，你能告诉我查询这些资料的网址吗？所以在这边的话，他就给我们那个网址，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。OK，那在这里确实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确实这网址也是有的，然后应该是在这边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跟他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可以待会可以比对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网站。请问，这边还是要把它打开。请问，另外一个有关于程式语言的排名，每个月都做的，那个网站，叫。然后他自己是没有告诉我们排名，但是给我们的网址，我们可以直接去看。好，应该是上面这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前面的几项排名。好，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。好，我们再问一些问题好了。请问您可以给我一个用 Python 程式语言写的范例？比方说是列印 "Hello" 3次。好。所以啊，这边就给我们了一个蛮简单的一个例子，然后这边也说那个，请谨慎使用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情况，好，另外除了这个第一个解答，另外一个是用回圈的解答，这边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 range for。OK，那我们就今天先玩到这边。